西喜乐学堂 iBusiness 台湾十家电视台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晚安。在上一集我们专访了胡云珍、云珍姐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还记得吗？她有提到一位非常特别的一位艺术家，若琳姐妹张若琳，她现在就正在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欢迎若琳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十家电台的所有的姐妹弟兄，大家好，我是若琳。若琳，我第一次接触到她的时候，酷酷的、冷冷的，不太笑，那眼睛水汪汪的，好像有很多的故事。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得出来，你的忧虑。还有你的忧郁，但是就是美，就是很美，对哦。那我想要问一下，若琳，我知道你是一个艺术家，那在这个艺术的过程里面，你一开始就是这么会做画画吗？其实我从国小就很喜欢画画，对。然后国小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啊，是。国中读丰原国中也是代表学生学校去比赛，就是一直都喜欢画画。然后到高中是读美工科，也是一样，就是非常热爱有关绘画的。所以你是有底子的哦，不像有一些基督徒的姐妹，像我认识几个姐妹，她们是信主了之后突然变得很会画画哦。对啊，对，就很会画那种先知启示性的那种画作这样子。所以你的画作不是这样的一个？不是，我应该是算是整个都是科班，整个过程都是科班训练出来的。OK， 好，所以在我们的背后这一幅画是你的一个创作，是。你要不要从这幅画开始来谈你的故事好不好？好啊，对啊，好啊。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一幅画？上一次呢，在云珍姐的节目里面，我说这一幅画其实我看到的是一个花蕊哦，就好像我现在在看人都不看他的外形，看他的表象，我都直接看到他的内心里面去了。我觉得这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最特别的不一样。对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作品算是我在创作过程里面一个转变哈，原来我都一直在画水墨工笔，然后后来进入的胶彩的世界，把水墨跟胶彩整个做融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叫胶彩吗？胶彩，中国水墨大家比较知道，因为就是国画嘛哈。然后胶彩的话就比较特别，因为胶彩算是在我们宋唐的时候有。所谓的胶就是天然的胶。那我们现在的媒彩有很多种，油画啦、水彩啦、亚克力啦，哈，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胶彩它是纯天然的，就是它有亚克力所没有的那种，因为亚克力跟油画它是不可逆的，它画了以后就是画了。可是胶彩它是动物性跟天然的矿物，所以我们因为它的变化性就变很大。然后它是取决在动物骨头的胶去做萃取，然后将这些胶呢再跟天然的矿物颜料的细粉，例如说像石头，有我们比较了解，像女生很喜欢的蓝宝石啊，或者鸡血红啊，还是绿松石啊，水晶墨，这些都是画胶彩的材料。哇，所以这幅画里面有珠宝的意思是吗？是啊，是啊，是啊。这件珠宝蓝色的，所以它晚上它会发亮吗？会。你现在灯光看，其实它是就是颗粒状的。真的耶，对，好像就是的眼影一样，对对，像宝石这样子，基本上也可以说是天然的宝石。然后把这些胶，天然的胶跟天然的矿物再去做柔和。然后有时候在想说，我在画画好像在捣中药一样，把所有的粉末跟动物胶整个做柔和，然后再把它胶粘上去。对，那这件作品是在这一两个月完成的。刚好我们台湾三林溪有唯一就是有牡丹花。其实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我自己在工作室里面其实心里是很平静的，就是在尝试做这个绘画的时候，我已经脱离以前工笔的这么的紧实的作画，反而是随的感动而去作画，所以他画作里面呈现的会很自在。
很自在，然后比较属灵的感觉，所以看起来是很舒服的。你知道吗？当我在跟你分听你分享你的画作的时候，你的眼睛是亮的，是谢谢，是没有忧郁的。对啊，但是你跟人讲话没有画的时候呢，其实你的眼神是空洞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这么讲。是，所以这个画其实带给你的生命力很不一样。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疗愈，对，它可以透过画笔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充满。同样跟我觉得这个要感谢上帝，神在这个一路来一直牵引的我走上创作。对，因为我上一集有听到云珍姐的分享，就是你们在小组里面的相遇，然后彼此欣赏彼此的才华，然后你邀请他成为你的策展人，对，那他也成为你的经纪人，对，开始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艺术展览的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对，其实在进入小组之前，就是我现在目前在做服事跟在做我们在参与教会的活动是旌旗教会的东山分堂。那在还没有，其实我离开教会在将近有10年，离开真正离开教会多少年？十年，对，所以你10年都没有亲，都没有到教会，没有，那你日子怎么过？对，所以我就过得有点小凄惨，就是被神好好的让我出去遭遇一下。哇，来，我们来聊一下你这10年的那个岁月怎么过的，好吗？真的，这10年经过了很多事情，然后这10年里面，就是不管工作或者投资都不是很顺利，然后我被神抓回来。我们先不讲被神抓回来，我们讲你怎么在旷野里面流浪的好不好？就是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也很努力在过生活，有小孩啊，有家庭啊，可是万事都不是很顺利，就是投资也失利。然后小孩子有一个儿子把他送到美国去读书了，可是那段时间因为美国读书要付出的学费是生活费很高，然后可是我就不小心投资把我儿子的学费也投资掉了。所以儿子回来了吗？没有，那时候就已经真的决定就是要让他回来了。然后那时候神出现了，然后那段时间我阿姨癌症，然后也需要我照顾，然后我投资又失利，然后又加上投资失利，当然就没钱了。没钱一定要让儿子回来，因为经不得这样花费，所以万事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然后旌旗教会就在东山，那时候是东山分点，现在已经东山分堂了。那有一天我的非常好的朋友，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是原来是在旌旗的母堂，然后他也是住在我们附近嘛，那住在我楼上，他就有一天在 FB 就说，我们东山路终于有教会了，不用跑到南屯去了。我就哇，我又不知道，就是瞬间我看到 FB， 我就觉得我应该回家了。然后我在东山分堂，就是刚开始的分点的第一周的那个礼拜哈，然后我就去了以后一两个礼拜，其实那种状况也还不是很好。我加入小组，那我那个小组就是跟上一集我们姐妹云珍，也是现在我的经纪人，对，然后就同一个小组。我去的时候事实上是蛮不好的，在小组里面连续大概2-3个礼拜都是去，就是状况很不状况内，就是整个都是瓦解的状况外。然后神在我身上做很多的工，可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所有一切整个都改观了。然后经济的状况是什么点让你改观了？可不可以来例如说分享一下这 key point？ 我没有办法原谅就是让我投资失利的对方，然后因为他倒了，把我倒债倒了大概500-600万，然后你想嘛，我已经原来预备给小孩子的钱几乎都已经投进去了，我没有办法原谅他。然后后来因为加入小组以后，我选择原谅，我就不再把这件事情当成一回事了，我就接受跟原谅。然后
慢慢的我接课接了两堂课，然后就很神奇。接画画的课吗？对，教课。担任老师吗？对，教课，因为我一直都有在教课。那也因为说真的，这个等一下也会再提到，就是因为教会的关系，我才成为艺术家，我才变成老师。原来不是的，原来是学生吗？哎，原来是妈妈。哦，原来是妈妈。哦，这个转变好大哦。是只有妈妈。所以原来当妈妈的时候，你画画吗？那个时候就自己画。哦，就自己画，带孩子，然后自己画。就是身份就是一个妈妈，就是妈妈，就是爱作画。对，爱作画的妈妈。对对对。然后进入教会之后呢，变成了老师。进入教会就变老师。哦。而且也是教会成就我的。嗯，所以你看，那个是提升了你的位分哦。对对，十年前。可是我神给我的一个很好的路，我并没有真的珍惜。我以为这样子好了，所以那时候就教课也很顺利，然后小孩子。可是接下来这十年，我就离开教会，我还是一样当老师。可是就教课，因为变好了之后，你又离开了教会。对，离开了教会，就是十年离开。十年后，十年前教会让你变好了。对。然后后来你又选择离开。对，又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在这十年就被教训的很严重的。所以就是十年前跟十年后的概念。是。那十年后我就又加入教会小组以后，我进入教会以后。我很奇妙的是，因为我自己作画，我就也是在教学嘛。那我自己作画也会 po FB， 就很神奇，就是有一些不知名的藏家开始在收藏我的字画，啊，让我的财务上面稍微又回来一点。所以那时候是真的就自己就抉择了，因为本来想要让孩子回来。那我勉强，因为自然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我们希望他还是能够把它完成。那已经在小孩子出去第二年就大二，然后开始就是我有教课，然后我也参与教会的活动，也服侍，然后就开始就有一些藏家开始在收藏我的字画。有一天我就跟云珍姐讲，就是上一集就是说。云珍姐，你要不要来当我的经纪人？云珍姐就也很错愕这个是完全是她没有接触过的这样的一个是一个行业哦。对，那应该是说神带领我。你邀请她的当下，她有拒绝你吗？还是马上就很欣喜若狂的接下来？哎，她没有拒绝我哎，她说可是我不会，她没有。我不会，他没有拒绝，然后就说我不会。对啊，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告诉我，我也会同样这样回答你。我也不会。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没关系，你不会，我教你，因为我会，然后我有参与过，所以你就做，那我就画画就好了，那你就当经纪人。哎，他就说，我要教他，他也觉得好啊，那就我们就试看看吧。结果那个当下其实是互相成就了，然后我很自然的。跟他就，因为也是教会姐妹的关系，也无所不谈。然后他虽然不会，可是他很会问。对，他很会问，他是一个问题宝宝，然后他就一直问。但是你要感谢他很会问哦，他是没有问，他什么都学不会。我有时候觉得说他问的有一点说这个需要问吗？这样子，可是他还是问。然后我想说他既然问我一直就跟他讲，然后我们就决定办一个画展，对，就在去年三月份办了一个我跟学生的联展，然后很神奇，就是我们找的地点也是基督徒姐妹的一个点。然后我们在开幕式的那天早上，就做一个祷告的礼拜早上，然后做一个主日在展览的楼上这样子，哇！那时候圣灵真的是来临，就一阵很清风，让我们感觉每一个人都起鸡皮疙瘩。那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那次展览。我竟然我的作品就所有的作品全部都销售一空。哇，我有听云珍姐说那一场我好像也有去，是，但是我去的时候每一幅画都贴 sold out， 全部都已售已售。对，然后就开始
我儿子也不用回来了。然后我阿姨虽然她身体不好，那段时间我也是照顾阿姨，照顾得很辛苦，因为我阿姨不是一个很乖的病人。然后我阿姨单身，我就一直照顾她。当然感谢主，我这路也一直走来。后来我阿姨也是很她没有受到什么苦痛，我就顺利的把她送走了。那几乎就是说我再度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我觉得我们神是有点很神奇的一个人，一个不应该就是无所不能的神。你可以就是把它倒回去，刚刚就是神翻转你的那一刻，是那一刻你还记住那一个感动在哪里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翻转你的时候，就是儿子本来你已经要让他回来了，对，因为没钱，钱被骗光了，是啊，那跟神祷告，跟神忏悔，决定原谅这一个就是让你投资失利的人，对不对？你完全就释放，饶恕了你自己。开始之后，进入到这个画展里面，开始有了这样新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是，在从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转折里面，你如何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得胜里？你还记住那种感动吗？然后带你进入得胜里的这一个人是谁？进入得胜，我只能说神奇的两个字而已，就是上帝的神迹奇事哦。是，我觉得应该因为信靠而蒙福。阿门。对，阿门。当下是觉得没有什么，一切都没有希望了。可是怎么感觉就是希望一直来？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然后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就是今天又有一个希望，明天又有一个赏识，然后我就很顺服的也进入小组，然后假日也就去做服事了。当然最近因为太忙了，抱歉，跟上帝请个假。上帝知道你的画展也是在荣耀主，然后我们的姐妹跟弟兄真的也很疼爱我。明天晚上就是星期三晚上，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有小组。那明天晚上我因为有一个演讲是在一个餐厅，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把小组移到演讲的现场。对，真的让我非常感，这就是家人，对，就是家人，就是因为有比家人更家人的一个小组，就是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透过小组得到解决。对，因为是属灵的家人嘛。是是是。但是我想这一集的节目当中，除了介绍你的画作以外呢，我更想要知道你这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最让你刻骨铭心的几个桥段，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所有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的我们的表象，不是因为我们成功而坐在这里，而是想要听到我们过去的软弱是变成我们如何进入到我们的得胜里的这样的一个神的风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在这十年，除了带小孩就是小孩，那时候在，我是记得我是在黎明教会，然后带了孩子，就是我是在小孩子大概幼稚园的时候我就受洗了。我带了孩子，每个礼拜都会做主日，然后小孩子也进入教会共同的生活。那时候还一切都还平安哈。然后我没有上什么班，我就是靠投资，我投资小额的房地产，然后这样生活就变得还不错，一切都很顺利。那可能我们在得胜的时候会自己骄傲，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不太需要所有的一切，我自己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到处投资，觉得这也可以那也可以，有钱就是任性。对，有钱就是任性。那孩子也让他读很好的私校，让他读很好的幼稚园，然后这边投资那边投资。可是万事不是人所想的，开始就跌倒了，这边也不行那边也不行，可是还是很努力，然后还是很努力，可是努力没有真的没有得到自己所想的，可是还是说自己内心里面会觉得，其实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我离开了
离开了教会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那可能个性上也比较骄傲一点，所以也不跟人家讲，不讲，就自己吞下来，直到就是已经不行了。那时候是搬家，搬到北屯嘛，啊，也是因为小孩的关系搬到北屯，真的已经不行了。刚好一片一个小曙光出现了，在 FB 看到我朋友 po， 我不知道，我当下就是决定我要回教会。哎，我现在讲了，就回家。我知道你卫生纸已经准备好了，你请尽量使用吧。我刚刚等很久了。哇，我们的若琳艺术家呢，我们这位姐妹她非常的感性。从我第一次遇见她、看见她，我觉得她骨子里面有一股骄傲，真的是骄傲，就如她所说的那种骄傲，就是让她跟你之间是有距离的。我不太跟她说话，她发问我回答。我很少遇到这样的灵魂，我遇到的灵魂都是哎。跟我就是一触即发，很容易就是聊起来。可是他的生命，他的灵真的是很特别，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特别，不太亲近，不太亲近我。请问经过这一次之后，你会不会多亲近我一点？哦，我在你面前哭了，我应该会更亲近。感谢主。对，其实很多人也是，我可能来自幼小的时候就是常常搬家，因为家里面环境并不是很好，常常搬家对人是有疏离感的，其实是非常渴望朋友，可是又很怕失去，所以习惯性的跟人保持距离，没有人那么容易亲近，可是要需要很多次，就是温度会慢慢加温的。我下次我会带着温度计在旁边，只要若琳出现的时候，我就量一下，哎，今天的温度有没有比上一次更升温一点哦？需要答应我，微波炉。微波炉太快了，可能不太适合你。对啊，从刚刚我们的一个对话里面，我都没有听到你的另外一半。对，其实在孩子都是你独立，也没有，因为我有一个特别的，我先生跟我的婆婆是他们的姻缘呐，是比较深的啦。我婆婆是童养媳，然后嫁给我公公当续弦。那续弦的前妈妈就已经有生了五个小孩，我婆婆是别人的童养媳，到年纪很大，29岁才把她有点半卖半相送，嫁给我公公。那我婆婆又后来跟我公公又生了四个，所以我有大小姑，总共有7仙女。哇，对，然后还有一个大哥，好大的家庭哦。对，然后我先生是我婆婆的独生子，所以他们彼此的依恋很深。我婆婆很需要这个儿子，因为那个年代，我现在婆婆96岁了，所以她那个年代对儿子的需求就是杂包卡多嘛，所以我先生也对妈妈有很深的依恋。那我跟我先生是相亲结婚的，那没有很深的感情基础，就进入婚姻。那我进去婚姻，其实我进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照顾我公公，所以其实没有享受到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恋跟先生跟太太的感觉，因为婆婆一直卡在中间。那所以我小孩子生下来双胞胎几乎都是我自己带的，我婆婆跟我先生是互相需要，他们连结得很深，所以我是一个外人。虽然是有婚姻，可是基本上我是一个外人这样子。对，这个感觉听起来很特别哦。对对对，就是婆婆跟儿子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对，就是。多过于你跟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对对吗？对。那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感情的这样的一个包袱里面，你会去嫉妒这个婆婆吗？不会。还是这个婆婆会去阻挠你跟先生之间的互动？我记得我嫁过去是一个三合院，那三合院的房间都很小嘛，我的房间就是在客厅旁边，那有木门，就一个木门，一个纱门。
那个木门是不能关的，纱门就纱门而已。因为我婆婆每天晚上都会进来看我先生。哇，真的吗？帮你们盖棉被吗？不是帮我盖棉被，是帮我先生盖棉被啊，真的。所以他会进来看一下，进来看。所以其实相亲大概就是我们三个月就是相亲订婚结婚就完成了。那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安托林你长得也不差，怎么不谈恋爱干嘛的这样？是因为我原因是因为我都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然后我爸爸得肝癌了以后，我爸爸就有一天就说，因为已经差不多中末期了，就跟我讲说，你如果不结婚，爸爸就看不到你。怕就是看不到你嫁出去，所以你是因着孝顺而走入这样的一个婚姻里面。是，好，我先让你有个时间，你稍微缓和一下。在若琳的生命故事里面，原来在他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走在旷野的十年里面，他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遭遇，跟先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原来是因为孝顺。是因为孝顺而结了这样的一个婚哦，对。那在这样的一个婚姻里面，他不但没有被爱护、被照顾、被关照，反而只看到婆婆一路的关照自己的先生，把自己束之格外，就像是个外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吗？所以现在还在一起吗？应该就是说跟先生的关系，就是他是小孩子的爸爸，我是小孩妈妈，我们也没有吵过架。我先生是一个脾气还蛮好的一个人，然后他也不会，我们两个也不吵架的。那可能因为不吵架吧，所以也没办法很 close 这样子。那我婆婆她一直都陪着我婆婆这样子。我婆婆去年进安养院了。然后所以去年到现在的时间，我们比较多的时间可以相处，可是就是说其实也独立习惯了，所以自己孩子也大了，那现在就是也是一样，就是夫妻嘛，只是说有一点相伴啊，就是相伴的意味比较多了，倒是已经经过很多事了嘛。那我现在又回想说，我当时为什么进教会，也是因为婚姻。就小孩子幼稚园，我跟我先生的关系还就是很疏离。那我想有一个姐妹，就是我一个大姐，她带我进文馨教会。我原来是在文馨教会受洗的。那我希望进到教会以后，我也把我先生跟孩子带进去。可是我原本的初衷是经过想说，透过教会的生活，让我跟我先生的关系能够更好、可是就是好像有好一点，可是就是我婆婆还一直卡在中间，就是你一直都走不进她的生活，对 对, 對, 對, 對，走不进她的心里面，是啊是啊，对对对对。然後所以你的心一直觉得你是被隔绝的。是，所以我们也要很感谢主，我们有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依靠。对，所以先生跟孩子都还没有信主。先生有一点抗拒，到现在有点抗拒，他抗拒，可是他不会排斥我来信主。他内心，因为我们婆婆公公还是一个很传统的宗教的，就是拜拜的家庭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先一直就是还是以我婆婆为重心这样子，所以小孩子有跟着我进教会，有。可是这次因为我儿子现在在美国嘛，对，那我女儿现在在我们身边，那女儿也很乖，她并不排斥我们基督徒，因为他也不拜拜这样子。对对对，他觉得我信主是很好的这样子。没关系，那我们就交托祷告，是把你的家人、把你的先生、婆婆，就是为他们祷告，是求主能够早日能够让他们认识耶稣，好不好？好，对 ，OK， 谢谢。对啊，不好意思，你的故事，我跟我们的十家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见哦。对啊，那我希望说借由你的话说，把你这样的一个
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放进在你的画里面，所以你所有的画作里面都充满着你的内心的爱，都诉诸在每一幅画作里面，是吗？画作可以说是一种对我的疗愈。对，那我后来又去读了一个大学，东海大学美术系，接着又读研究所，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整个人生的转折变得，我其实我进入小组的时候，在东山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读研究所，是我进入东山教会开始进入小组，那时候刚好也就是也在考研究所，那现在已经是研究所已经快毕业了，对，所以一切就是。一切跟云娟姐的结合也是就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又有一个画展，在五月份又有一个画展，对，我知道是5月15号是到6月4号，是对吗？是对对，从刚刚你在分享画作的时候，眼睛是炯炯有神的，结果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结果是泪流满面，对。对对对对啊，起承转合也是真的太多变了，所以在你的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生命里面，其实我觉得你并没有得到真正很大的释放哦，你反而把你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枷锁这样的一个包袱全部都释放在你的画作里面，所以我觉得若琳的画作真的是每一幅都有他灵里面的那一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对我来讲，就是画作对我是一种自我疗愈。在作画的时候，我会忘记所有的事情，就是很专注的做这件事情。我相信，因为从刚刚这么小小的一幅画被你讲的炯炯有神的里面，我就看到了说，哇，原来若琳可以这么的漂亮，比原来我看到你的更漂亮。当你在分享你的画作的时候，是因为掉眼泪以后，没有，掉眼泪是不漂亮的。我要告诉你，掉眼泪是不漂亮的哦。要让自己漂亮，我们要收起我们的泪水哦。我们要把我们生命中的这样的一个破口，也要成为别人祝福的出口。是哦，我是这样的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在你的这样的一个画作里面，我觉得你可以分享很多人，因为我觉得你的生命见证。虽然我认识你这几次的这样的一个见面，因为我有跟云珍姐，这个人酷酷的、冷冷的，不太好接近哦，但是我也没有想要特别去靠近你，就是会觉得说这样的人应该想要有属于他自己的空间，所以你记得你们来的一次两次，其实我都没有太靠过去跟你们聚会跟聊天，就觉得说哎，你应该是属于那种，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他希望有他自己的空间，他自己的朋友，他有自己的话题，所以如果我插进去就会变得格格不入，你就是让我觉得这样格格不入的人。是啊，对啊，其实所以相对的，你的婚姻的家庭里面，你的介入也让你的你的婆婆跟你的先生觉得你也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你有发现吗？所以我们先把自己断开这种格格不入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先跟人的互动，特别是在传福音，特别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把这样的距离拉近，试试看，也许你也会跟你先生跟婆婆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一点，也尝试着去爱你的婆婆，要不要试试看？我是爱我婆婆的，对，我婆婆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女性了，对，她小时候2、3岁就被她送去当童养媳的。其实童养媳这个名字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童养媳好像在连续剧里面就是小女佣啊，对，就是对，童养媳是小女佣的意思。对，可是一般童养媳照长大就是嫁给自己的哥哥。哥哥这样子，对对对对，可是就是我婆婆那个童养媳的家庭就不喜欢她，就没娶她，没有娶她，就再把她用有点卖的方式就嫁给我公公啊，所以其实我婆婆是很辛苦的啦，她也不识字啊，我嫁过去的时候我公公婆婆都70几岁了，哇，对，你看我现在小孩子22岁，所以你先生是独子吗？我之前的婆婆有一个哥哥，那现在这个婆婆就是她是
独生子啊，还有另外有生三个女儿这样子，所以在家里面有七仙女啊，两兄弟这样子。实在很难想象哦，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哦，有仍然保有你这种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哦，你的心里面一定很孤独哦。如果你没有遇到，如果你没有遇见上帝，我相信你的心是非常的孤独的。是啊，我对人是有疏离感的，是对对人的疏离感。那我们要不要现在开始来宣告，把你的疏离感把它砍断，好不好？对啊。好好，因为我觉得当人的当，特别是你是一个艺术家，当你的疏离感拿掉的时候，你看欣赏你的画的人，收藏你画作的人，你可以跟他侃侃而谈有关于你的画作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如何创作这一幅画，如何透过这一幅画来让这样的收藏家来认识耶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合唱。是啊，透过艺术而接触到耶稣，是对，所以真的非常的开心。你的画作，你要不要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你的画作的展览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未来要在我知道在经济部台中软体园区要来分享你的画作的画展，你要不要借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也来邀请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好，感谢所有现在在收听的观众朋友，我们在即将在5月15到6月10号会在台中市经济软体园区巴西咖啡馆展出画作。那这次画作的主题叫做意韵，艺术的意，韵味的韵，就是将艺术呢能够传播给大家。那艺术它有个别不同的韵味，那我这次是带领了六位的学生共同来做一次的师生联展，非常欢迎大家在5月15号下午3点的时候来莅临台中经济部软体园区巴西咖啡馆。那我们当天也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有萨克斯风的表演，还有我们的嘉亨校长，就是我的家人的小组的小组长，就是恒哥，恒哥，对，他很会唱民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听过他唱民歌，当天就会表演民歌，让我们请他来开个民歌演唱会，是，当天就有了，对，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哦，是5月15号下午3点的开幕活动。好，我再 repeat 一次哦，就是5月15号下午3点钟，在经济部台中软体园区，就是台中市的大理科技路182号，就在巴西咖啡的旗舰馆里面，有满满的整屋的我们若琳老师的他的画展，还有他的学生，就是师生联展，在这样的一个园区里面要来展开来。是啊，对，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画展的里面，若琳知道你今天上的这个节目就是巴西喜乐学堂，你知道为什么叫巴西喜乐学堂？就是在过去我们在职场宣教，那约瑟夫牧师为我们开了这样的一个 iBusiness 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其实我们专访的对象都是以基督徒的企业为主哦。那我知道你这一次的画作，你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我听云珍姐说，你也拿过油画的这样的一个大奖。那你的画作销售的也非常的不要说销售，就很多人在收藏哦，很多人在收藏。我想要邀请你，愿不愿意就是说，如果有我们的观众朋友透过这一期的节目看见若琳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画作，如果说有来收藏你的画作，你愿不愿意20奉献给我们的十家电视台？当然是愿意的。作为职场宣，我都还没讲完，他就说我愿意，真的是非常，真的是非常的摆上。因为我知道你的画作每一次听说都有十一奉献给教会哦，这是一个基督徒真的是非常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摆上哦。是，对。但是十家电视台，特别是 iBusiness 这个节目，其实是由我开始，还有我们之前的一个主持人就是 Nancy 姐妹。我们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创想，希望我们带着基督徒的企业超越十一奉献，要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职场上的这样的一切所有的产品来摆上，要来奉献20%给十家电视台作为宣教使用，这样的，对，这样的一个方式。谢谢你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摆上，是可以。你有没有特别还要再跟我们观众朋友来介绍？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要不要特别再来介绍一下这一幅画里面它有些什么宝石在里面？其实胶彩它珍贵的地方就是天然的矿物颜料，
我们就称我们都称为矿物颜料。天然的矿物颜料里面包含很多的宝石类的，例如说绿松石啊，我们女生也会带一些绿松石嘛，还有蓝宝石、蓝铜矿啦、玛瑙啊、哦鸡血石啊等等的，就是这些矿物都是天然的，来自大自然的。所以他这幅画里面也有鸡血石，有这个红色的鸡血石，不是很贵的那一种鸡血石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然后还有玛瑙啊，是玛瑙跟珊瑚哇，所以研磨的。所以这幅画不仅仅只有颜料，它还有这么多的一个宝石矿物在里面。其实从我们中国水墨的从宋朝开始就有石青跟石绿，就泼彩，像张大千的泼墨，它上面有石青石绿，石青石绿就是矿物颜料哦。对对对，我们中国水墨里面也有矿物颜料，就矿盐。是因为做这个节目，我采访过好几位画家，从来没有一位画家告诉我他的画作里面有宝石，唯独就是若琳老师，他的画作里面有宝石哦，闪闪发亮。所以他在晚上的夜光里面，他也是会灯光如果一打，他就会有闪光，因为它是颗粒状的。是我现在从侧面这样子看起来，就很像那个女生的打的那个眼影那种闪闪发亮的。那种感觉哦，对对 对, 对，非常细致。那这些颜料它是细磨过的吗？还是你要买回来自己磨？哦，当然，对不起，因为这个已经算我这个都是日本进口的矿盐，是。那当然他们有粉末，有分号数的，是，有粗号数的跟细号数的。那不同号数的细磨的矿物，它就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折射。是，听说这一幅画已经对有收藏家了，是吗？对对对对啊！今天所以这幅画，这幅画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它大概是几号的画？这15号。15号。对。那这一幅画的价值，愿不愿意来分享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若琳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画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现在一号的画作大概就会定到6000左右，6000多，所以15号是大概是8万、9万，对，哇，8-9万，对啊，所以真的，其实这幅画看起来真的就是很像那个宫廷哦，就是皇家在收藏的那种感觉。我的希望是，艺术是可以被人家拥有，所以我不会希望我的画架会一下子就是好像让人家不可及的，希望每一件画作都可以找到它的归属，所以这样子的话，艺术才会融入到生活里面。非常谢谢若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分享了，不但分享了他的艺术作品，也分享了他的生命故事。不小心也看到了他的两种眼神，一种是炯炯有神，好，一种是悲从中来哦。我们在这里要透过这个节目，要来祝福我们的若琳老师，要把他的悲从中来的这样的一个眼神，要从此的来抹去哦。感谢主，我们要开始来看见他炯炯有神的人生，要走入到他的意蕴这个画作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来，好不好？我们5月15号，我们若琳，我们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邀请。5月15号，台中市大里区科技路182号，有我们若琳老师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展览，邀请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好不好？哈，好，我们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拜拜，拜拜。Thank you.